先讲解一个 ChatGPT 自媒体创作课，抓住 ChatGPT 的红利，助你创作效率提升10倍。想做自媒体，是否会遇到这些创作卡点？比如说写文案、写公众号怎么写？想做直播，直播稿不知道怎么写。素材总是卡在素材，需要大量文案，大量文案也不知道怎么做。会用 ChatGPT 的人，自媒体创作如鱼得水。下面就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如何做这一个朋友圈、直播稿、公众号都能轻松驾驭的这一个 ChatGPT 课程大纲，一共是4节直播课，还有入门朋友圈的创作、营销文案的创作、社群文案的创作、三节这个社群分销、公众号的创作，还有直播创作、社群创作，都有详细的介绍，大家看看，一共这么多，包括这个视频教程，还有这个文字教程，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如果想要百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这个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自媒体创作课，或者是 ChatGPT 红利，就可以下载百套教程了。